Hello， 大家好，我们就来用这个我们 app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三大庄家，也就是 KWSB、KWB 跟这个 PNB 近期的买卖记录。这个某某 app 就是用来查看这三个庄家的买卖记录。如果你没有某某 app 的话，你可以去留言区有一个连接，你只要注册开户入金呢，你除了可以使用这些功能之外呢，也可以免费的加入我的 VIP group 小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这个某某 app 呢，它没有直接的给你知道查到这三个庄家的买卖记录，是要有一些技巧的。我今天呢就要说一下这个技巧。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股出来，三个大庄家都是有股权的，比如说这个 RHB Bank， 按下去，这个就是 RHB Bank， 然后再按这个 Company， 再按这个 Shareholder， 你就看到这边有它的主要的股东，再按这个 Next， 它就把它全部庄家的近期的交易呢都列出来。我们主要呢就是看这个 EPF， 比如说我们要看 EPF 先，这边有 EPF、KW、P，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股东都在里面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说我要看这个 EPF， 我就按这个 EPF。现在我看到 EPF 在 RHB 里面的持股比例，但是我要看的是它其他的，所以我按这边，我就来到这个 EPF 了。我可以按这个 follow 啊，它就改次的它我就会提醒我。可以看到呢，它近期的这些记录都在这边。比如说我要看它近期的，肯定就是要看它这个圈单 increase， 我按这个 increase， 按下去。你可以看到呢，它近期呢增加最多是哪一个？就是这个 Incent Dialogue DNO 都是在四月的，你看蛮现在蛮多的，你可以看到四个是增加的，减少的呢就按这个 decrease 就跑出来了。近期减少的就是 Suncon IOI PG Project Auto Gas Malaysia， 这些是减少的。那你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我按这个 new， 新的就是这个 Berlindas 独夫 MHB， 这个可以留意一下，这些都在四月的，这个今年的。然后看一下哪一些已经是没有的呢，按这个 show up， 这个是 OSK MBMR 跟这个 level new 是没有了的，所以这个就是 EBF KWSB 近期的持股比例。现在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KWB， 我跑回去 RHB 这边，我按这个 KWB， 然后这个是 Kumpulan Wang Persaraan， 按它 Next， 同样的我就看出来了，全部都有这边呢我也是一样按这个 Chain Type， 然后我给它排排一下近期的。所以 KWB 近期买入的是这个 SP Sedia InsonEcon Bahat， 这些都是他近期买入的，4月12号。减少的呢是哪一个呢？按减少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KPJ MyEG 都是减少的， RHB Bank 也是减少了的。新的呢，新的是没有什么新的近期卖完的呢有哦，原来这个什么Bohat Bestex 跟这个 YOCB 呢才已经是没有股了的，这个就是 KWB。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BNB 伯莫达兰，去找找下先。说伯莫达兰近期有没有呢？我要找出他伯莫达兰这个股来的。这个这边有一个伯莫达兰，也是一样 ，RHB Bank 还是有的嘛。我们按这个 Next， 就跑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到呢，它近期呢是多少呢？近期呢它是买。在这个我们比如说排下日期，
3月20号开始呢，就是这个 Bport、Westport、RSP Bank、Malagov， 这些都是近期加仓的。减仓的是呢 SP Sedia、NBA、Afrin、yeah? 新的有没有？哦，有哦，也是这个 Ringdas 哦， NBSB 也是增加。慢慢的呢 Unison 没有了嘞，啊，所以大家，所以你们这个 VX 也是没有了，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的大庄家，他在马来西亚的近期的交易，这个呢，对我们来交易，尤其是长期投资者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非常好用的资讯，通常这些大庄家他有买入的话，代表呢他们看好，股价呢就有机会往上升。如果他们卖出去的话，肯定是对这股价是非常大的影响的，通常股价也是会随着它下跌的。所以通过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持股比例呢，我们大概心中有数了啊。不然的话，我们买这一组股，我们买大庄家卖，这个就很难搞了，我们要跟着庄家一起上车，跟着他们一起起舞，这个是跟庄，他们真的是大庄家来的。而且他们的股呢，通常都是买在一些是基本面是非常好的股来的，不是那些 penny stock， 所以买在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些比较安全的，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看。 OK， 这个就是一个分享，是用这个某某 app 的，如果你也是有兴趣的，免费加入我的这个 VIP 小组，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如果你有其他的 app 也是可以比这个更好的，也在留言区给我知道一下，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可以学习，谢谢大家。谁是新加坡下载量第一的交易平台？是 Momo， 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可以交易了，只需要一个手机 APP， 你就可以轻松交易马股、美股、 ETF、 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也可以随时随地在平板和电脑上交易，并且你可以在2100多万人的投资社区里分享投资洞见。立即下载 Momo 吧。注意， Momo 在马来西亚推出交易功能了，赶快行动起来，使用 Momo 快速无延迟的交易系统，交易马股、美股、 ETF、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并且你可以用 Momo 统一购买力实现用马币购买美股。此外， Momo 高级订单功能可帮助您止盈止损，立即下载 Momo 吧。